我现在在肯德基啊，没错啊，肯德基又出新品了。它这位新出的是一个汉堡，叫黄金十八鸡排堡，已经点完了，等一下吧。上来了，来看一下，黄金十八鸡排堡，17.5块一个，然后看着就是包装比较简单了、啊，打开看一下啊。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，它用的是这种没有芝麻的面包，然后看起来有一点哑光的这种啊，看一下里面了，一点生菜，一点沙拉酱，然后一块鸡排，就是打开看到里面的时候，感觉跟那个香辣鸡腿堡有点像，是不是？除了这个面包，这个面包就是鸡腿堡用的是那种有芝麻的面包，然后它这个是没有的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来试一下味道啊，来一口啊，它这块鸡排用的好像是鸡胸，对，看，鸡胸排，对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的辣，但是有一说一啊，你看鸡胸做的鸡排，就是它吃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才对，就是对比它的那个鸡腿排，会稍微干一点、柴一点，口感比较没有那么嫩滑，然后味道其实跟那个它的香辣鸡腿排啊差不多，然后就是口感会稍微差一点点，对。就是非常简单的，这应该算是最简单的汉堡了。对，一块鸡排、生菜、沙拉酱、面包，甚至有点在吃那个某来式的错觉，是不是？鸡排肉是表皮脆脆的，然后如果让我选了，我个人觉得、啊。香辣鸡腿排应该会比这个好吃，对。然后香辣鸡腿排好像贵个1块2块，是不是？然后它这个应该是对标了隔壁的咖之脆鸡腿堡，是不是？但那个鸡排比较大，但是上次我的体验其实也不是特别好。然后这次肯德基新出了这个，也真的，讲真的，我个人觉得毫无新意，就是非常简单平淡。没有什么特点的一个汉堡，对，太普通了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，你觉得怎样？